是老的东西，是老的，没问题的东西。主要做养资料线这块，猪场这一块。哦，猪场设备，对。哦。袋子还挺大的。给你妈干三几万。提前补给拿好了。哦。你看。哎，不是那个，给我发了五六个吗？这只是其中的一对吗？对，今天我就先拿了这两对，还有两对，那个得等些日子再让你看，我自己先收藏。先玩玩是吧？你看给钱就行，这一对你看值多少钱，给多少钱就行。看给钱是吧？对，是老的东西，是老的，没问题的东西。我以为呢，这是前四五年以前我一个大学同学在国外给我邮回来的。啊，是，看着像是贵州的瓷器，对，国外同学给的是吧？东西没问题，清光绪的，老的，没问题。清光绪的。嗯，对，清代的光绪的。当晚上我这还是一对儿的，完完整整的一对儿。我以为你都出来，所以说我就来了。不是，那几件我还没玩够，玩够了，到时候再来。玩够了到时候再说说。哎，近距离的给他拍拍就能惯了。这是一对儿，你看了吧？这边人物刀是在这边，然后来，哎，看马头也行。看了吧？应该是。啊，对，你看了吗？这样就能看出来了。马头这边，然后手刀，哎，这是一对儿。哎，盖子也一对儿，看到吗？然后一个这边一个这边，东西没问题，光绪的啊。不在多少钱，斌哥，你打老远来吧，啊、收钱，大家想认识，因为我做你粉丝，一直关注你很长时间了，对吧？好，就这话呢，你就是给多少钱都行，咱不差钱，给多少钱都行，你看给。给多少钱？哎呦，你这弄得我不好意思了，我以为你都出来，你就是要是说你就出这俩罐子，我也不来了。都出，对吧？咱虽然说聊了很长时间，我聊的也挺投机的，这俩罐子，我也挣不了多少钱。我不捡钱的，你给他讲着，我赔钱都赔不了的，因为我这放了四五年了。哦，四五年，对，对，有，这个还有一条线嘞，这个盖子，这个有，看到吗？这一条线，这应该是你自己摔的，你自己不知道。这个线应该也得有年数了，里头都沁脏的了。哎呦呦！我跟你说实话，如果说你当时给我发了五六件瓷器，东西我看都没问题，我告诉你都是老的，我说我能出钱，见了面之后敢给钱。我以为你那五六件都出，我没想到你就爆出来这么一对儿，别的看来没带的。对，别的没带，在家里还是在家里？对，在家里是吧？其实如果说要是说您就给我出这一对儿的话，我就不值当的来了。因为你这里是德州，我在济南，
我开车来回邮费我也得三四百块钱，我还拉二百块钱够啊，对，我还一下午的那个时间来回来，对吗？因为这都是东西啊，就是大几千块钱的东西，我挣不了多少钱。但是呢，我来了，您不还是吗？我说多少就多少。对，您说个价格就行。那您这么说，您这个因为有限，要是没限的话，我能给到您八千块钱；有限的，就扣一千块钱，我给七千。你七千块钱行的，这堆罐子我就拿着。你要是觉得我给的少，这堆罐子您就留留。你这出了七千是吧？对，我最高就能出到这七千，七千里头我最多我给自己也就留个三五百块钱的利润。我实话实说，真的。七千，不行，那是多少钱给人？那是不是啊？反正这罐七千块钱肯定是那个嘛，我这肯定是，那是我绝对没高于这个数。估计那时候可能是那时候喝多少钱，五千来块钱嘞。哦，五千块钱。五千来块钱嘞。五千块钱的话，罐装吧，咱这个罐子您五千块钱的话，应该得是17年底18年初，两三年了。嗯，放我这放我客户，整个本儿有几年了？三四年了，可能。三四年是吧？三四年了。哎，对。这个罐子那个时候是这样，现在它都涨钱了，对吧？我能给。我那几件我还得再放，那几件还得放。你里头有一件我格外的喜欢，我那件我给你抽的是35000。其实我来我就那件不得放。我来就奔着您那件35000的来的，我没想到你给拿出来。那东西的话，市场价，也就是说能到40000。哎，我能挣几千块钱，30000多块钱您放心啊，别人也不一定能出，能给您出得了。所以说我也没瞒你，你也没拿出来过。你既然没拿出来，你我也不知道你啥时候再拿出来的。行吧，行，那这都是说好了，行吧？好了，七千，行，好了，到时候中午请你吃饭，行。然后呢，到时候那个嘛，您这个刚才录的那个，我就给您拍拍。那但是我这个不懂，有喜欢有养猪的，或者说是畜牧的，有干嘛特别聊我，到时候我就把你们推荐认识。行，对吧？因为咱都是山东人，对吧？一看你岁数也不大，也算是年轻有为啊。那咱不如咱先吃饭去，到饭点儿再。到饭点儿了。对，行，那我一会儿拿个箱子给抱去。好，拿箱子抱一下。行。好的。